然后请哲伟跟 Sean 先准备。Hello， 大家，这个是我是强森，然后这是2年前在临时小学校的这个临时小学校提过的计划叫星河计划，那他是在做自学生的经验汇流，然后这个计划在 Google 上面目前找不到，但可以在 DuckDuckGo 跟 Bing 上面找到。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Notion 是不是 Notion。星河计划是一个 Notion 的资料库，那我们鼓励内容的创作者或热心人士来把公开的内容登入星河计划资料库。那整体而言就像这样，那它是透过把资料标示全是资料，把经验标示全是资料的方式，来让使用者更快的找到他想要的经验，比如说。第一笔这个资料，那它里面就提及到，自学申请书里面所要求的动机历程，或是心路转变，那它是关于个人自学还是合作自学，那它要沟通的对象是谁，比如说教育局、要学校，或是他自己跟自己的沟通，那还有他的学习领域，或者是他的自学起程。那它的连接在哪里？然后这里有它加注的那个使用者。那点开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个汇流者，他汇流了这几笔资料。然后，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来达成，就是让不容易找到的资料更容易被发现，然后鼓励更多人更愿意开放自己的经验，然后期盼透过各种内容，来，挖掘自学生的问题、自学经验者的经验，然后还有对体制、学校沟通的经验，来让这个计划越来越符合需求，然后也让未来自学生更容易找到资源。谢谢。谢谢强森。